今日是2024年5月19日，今日会西下园酒庄贺兰山。今日是来到零下的第二日。吃完早餐，我们离开酒店开始出发了。西夏文字，今天我们去到西夏风情园以及我们的贺。大约一个钟头左右，现在我们来到西夏园。党项是以姜肉为主体，在中国的西北部建立了一个王朝。它是源自羌族的，所以它在建筑风格上保留了一定羌族的建筑风格。碉楼呢，它根据位置不同有不同的口耳。因为导向族呢，它是一个游牧民族。传说神牛可以帮你财运亨通，家业兴旺。现在入了去党项族的村落参观。党项族是属于羌族的。啊，市长街啊！铁质两种，根据出土的西夏犬币，我们可以发现，这两个大字就是西夏文。这个市长街就是以前的街道了。哇，这个写什么啊？这西夏文啊？这里有好多，有好大个宣判啊！现在整砸了，真系。三当铺哟。西亚都好，三刀虾小料，这里做的它的特点也是西夏不外传的兵器之一啊。大家看到这他不仅是一位文学家、书法家，他同样也是一位收藏家，而在此重男民间舞的习俗。所以说呢，在西夏女子也一般是用于八宝茶的泡制。这棵树呢，也叫情人树，它是有一个故事的。欧洲球的地方，二楼呢是用来招待宾客的二楼。导游讲解啊。是有说法，摸摸头万事不用愁，摸摸背儿风有富贵，摸摸尾受风又受水啊。八加四，百家姓的一个对照表啊，大家可以找找自己的接下来，请您欣赏咱们的，一起给他拍拍手。哎呀，这演员呢，他喜欢再高一点。本身是两个手一块儿，过人的意志力。我呀，非常的差，忍耐力得尽量啊，也不是说喝的太多啊，尽量。准备好，把气压好。来了，快松开一只手，再叫立定乾坤，落在肩头，咱们再来，再转都松开，这叫威震八荒，好不好，各位？这个少数民族党项族，早在唐朝初年，借着民族工厂自信民族。
说气候慢，迎地其风暖，我们可以暂定避在贺兰山中。睇完表演，我哋坐车过去餐厅食我哋午饭。而家去食饭啦。今餐叫九碗十三花。午饭之后，我哋去原石酒庄。今次嚟酒庄系试两个红酒同埋冰白。哇！行咁远，而家先到酒庄嘅门口。而家到啦，石原酒庄。他是整张这个合同，他是精细化的挑选。首先，他呢是在地里面啊，要温水化开。好，随后呢，它这个酒精温度是24到28摄氏度。酒精发酵过程中，好，来，我们有新建的石头。就瓦窑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瓦窑宝贵历。我们这呈现的是一个缓坡地势，这里的海拔高度是1160米。啊，它排水性好，地里面的这个成长。到了11月份，葡萄采收结束之后，我们就给它剪掉。而且呢，它的价格4800块钱人民币。现在宁夏葡萄酒是中国高品质葡萄酒代名词，中国产区在国际大厅原创15的月亮16圆花好月圆。通过这个原创能看到宁夏一年四季变化。我们从哪里出去啊？喂，老走啊，不走。从葡萄这个葡萄原料方面都品质得到了控制啊。参观完酒庄，而家过去贺兰山。后面的朋友啊，这边走，小心车辆啊，看着点。再看看，我们唱不唱班班？三三比优，红三三，人唱比我红三三，那边唱班红三三。贺兰山，啊。岩画，好细个人啊！参观了，整个参观的时间约为1.5到2个小时左右。从头走回头的十里香，像现在这个季节，风一吹，它的味道会出水，晒干了之后呢，给它泡成这个泡酒啊。首先呢，在这棵树下有一个植被，看看这里有纸的这个植物啊，切记在景区看到它，不要用手触摸，看一看就 OK 了，它就叫做仙。
中呢，我们看到的是云南莲花。那么云南很多的莲花大觉得像什么？有的人，有的朋友觉得像人，有的朋友觉得像中国的一个动物啊，就是这个岩羊，它就长这个样子。就找这个样子，它呢是穷，以及它你会发现它那只扬起来的手，它是拿了一个尖锐平整的事情，就是它去助力的一个工具。而家坐电瓶车过现场睇睇岩画。好啦，前面顶点。两个山中间有一个突出的小山包，那里有没有看到？那里就是主峰敖包疙瘩，昆仑山最高的地方。黄山。你第一食噶，唔好食噶。可以在后面慢慢拍，但是不要离我们大家太远啊，不要离得太远。跟当时党项男子的发型很像，大家今天早上去过西夏风心园，对那个还有印象吗？贺兰山的岩画是游牧民族的艺术画廊。样子，他会通过自己的想象凿刻在身体之上。路是很高大的，这个呢，就是属于后面出现了兵器的时候，啊，是用尖锐的。猿猴观天哦。小水鹰部落和大水鹰部落两个部落之间在征战，那最后的角那里就是太阳神。那这个太阳神来讲，可以说是现在目前贺兰山岩画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幅岩画。啊，一路都是嗰啲画石，不过都可以蒙晒啦。而家参观完，但系坐车去食晚饭啦。今晚特色就是沙湖大头鱼。晚饭回酒店了，今晚是沙湖假日酒店。啊，快点啦，那边有点啊。好难耐啊，这里。都挺漂亮的，是吧？这里还是零下，不太耐蒙啊。是吗？那也算是这样啦。如果是耐蒙的，不是这样啊。多谢收睇，欢迎订阅，明天再见。